哎呀，我稳级太差了，来来回回都一样，有的功夫我还不自己多打两把游戏呢。啊，都一个样吗？你还要怎么清啊？接吻也分很多种的，像摇吻、甜吻、吸吻、左吻、法式舌吻、青龙慢点抹胡条，会不会啊？你一上来就，天哪，手机都看的是什么？这啥呀，打这么激烈。三国谋定天下，可我了，开局给我一座城就可以自由发挥，先开荒默默攒资源提升实力，然后加入同盟抱大腿。我选的这个盟不仅大佬多，还特团结，几天又打到了资源周，现在全服看见我们盟标都绕着走。为啥你们盟这么猛啊？大佬大方呗，经常发军费，那68酷酷啊。行，那你给我整什么盟去？过来，来之前你先陪我练练手。今天就算了，要不再等等？不是咱俩庆祝还得挑日子吗？行，等今天、明天还是后天？等你不太牙套了，那牙套拿嘴。